耶稣基督，我心所信。我们先请圣诗会的会长陆兆君雄博士致开会词。各位嘉宾，各位爱主爱圣诗的弟兄姊妹，在加拿大林思齐圣诗会的董事，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一起出席香港圣诗会举办的第二届圣诗颂上会。好感谢神，他感动到林思齐博士在加拿大兴起了林思齐圣诗颂唱会。他不只在加拿大是发出为主发光，发出主的光，更感动了我们香港一班爱主爱圣乐的弟兄姊妹，在香港亦都组织了香港圣诗会。在去年10月26日，我们都是一班很爱主爱圣诗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举行了我们第一届的圣诗颂唱会。我们将旋律优美、歌词感人的圣诗，用我们爱的声音、纯朴的声音、温柔爱主的声音去赞美神。今年我们圣诗颂唱会是以耶稣基督我心所信为主题，希望今晚我们透过大家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的歌声去赞美神。我是仅代表我们董事会感谢各位顾问，感谢各位董事，感谢各位委员的辛劳，亦都感谢大会的指挥、诗班、乐队和所有的成员。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今晚为我们分享的谭静芝博士为我们分享，感谢谢任生牧师今晚出席为我们祈祷，亦都有远道由加拿大来到和我们一起的谷云汉牧师为我们祝福。在今天的程序之中，我们除了很多好的节目之外，我们很多谢蔡崇珍、蔡崇恩小姐的歌颂，谭宝琼小姐的舞蹈，我们还有一位有一对爱主的彩虹小组合唱团为我们歌颂。我们真的感谢神为我们预备得这么好，我们更加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借出大学会堂。我们一切一切都是感谢神的带领、神的奇妙，祂真的给我们充满信心，使我们有信靠，使我们在今晚我们得到特别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神赐给我们的勇气，更加加重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无限的欢乐和爱心。我们真的愿圣诗颂唱会今晚的歌声真的能够振起我们信同的心，叫更加多人信奉主，使大家都是能够做到我歌颂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用我们的歌声去歌颂主，用我们的歌声去传递神的福音，使到更多人受惠，使万民得益，得到福音，亦都使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是能够蒙神的恩典。愿主真的能够悦纳众人的颂赞，在这里多谢各位，感谢神，感谢各位，多谢。
Oh,
同心祈祷，请谢任森牧师带领我哋，让我哋一同献上晚上嘅祷祭，请同心祷告。主上帝啊，全能者啊，你嘅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嘅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嘅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圣善的主啊，我们今天晚上齐集在这里，为的是要透过先贤和圣徒在圣诗当中以歌载道的心声，共同去赞扬你的美善和荣耀。我们甚愿在这一刻的当中歌声美调，不独是聆听或者是歌颂，同时也能够在词歌音韵的里面寻找到上主的圣道，好叫我们不单止对圣诗的作者表达我们至深的感恩和崇敬，更是在圣徒相通的颂扬当中看见上主你的伟大，被这个爱所鞭策和唤醒，承认我们对你的敬畏不足，向你转回，爱你更深。我们都为这个圣诗会向你感恩，感谢你感动了我们亲爱的弟兄林思齐博士对传统圣诗的关心和支持，从而再一次挑起我们对传统圣诗的重视和爱慕，帮助我们重温这些以生命所谱写的灵歌见证，建立了我们的灵命。为此爱我们的上主啊，我们现在谦卑地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祈求安慰和抚恤人的圣灵就是这一刻激励和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你悔改，好使我们今天晚上所度过的时光不单只是歌声撩人，更是心声动天，彰显你上主的伟大和美善，荣耀你的圣名。最后叫人在夜间歌唱的上主啊，用我们谦恭地向你祷告，祈求这位为我们赎罪而得生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以及常常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圣灵，此时此刻就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也都与每一位在寻道当中的朋友们同在，并且接纳我们诚心献上的歌颂和心声，荣耀全归你的圣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赖我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Thank you.
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Thank you.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恭请谭静之博士与我哋信息分享。今天晚上，其实在座有好多有经验嘅牧长，喺神嘅道上边好深嘅信徒，所以可能你唱嘅诗比我仲多。但我好想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圣诗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担任一个什么牧养的角色。我在这里今天晚上很短的时间分享四点。原来圣诗呢不是只是我们对主的回应，不是只是因为神很爱我们用他的仔流宝血，所以我们也都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心来回应。它不只是我们的回应，也不只是我们能够有表达的机会。它在礼仪里面，在我们的对主的崇敬里面，其实同时都塑造我们对神的发言。所以第一点，圣诗和牧养关系，第一点就是神观。我们藉着祂不单止认识神的名号，不单止祂的独属性，反而在音乐里面，在圣诗的歌词里面，透过这些歌词，我们被塑造，有具体化地理解神的荣耀。在音乐其实是赋予了我们时间看清楚荣耀是用什么重量的。今天有很多歌都唱荣耀的，但是意识形态里面并非有分量。但是如果在圣经里面，荣耀就是神的重量来的，重到呢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他的殿，那些祭司不能站立供职。神的荣耀又是光来的，因此呢又使我们如果认识祂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的不配、我们的罪、我们的污点、我们的瑕疵。神的神性都很需要我们认识的。当音乐呢祂的和谐、祂的纯正，好像我们唱进去都已经好像使到祂有少少不够纯正，但是呢又让我们这样参与来到明白这位神。我们在歌里面的神观还装载不单止神的属性，还装载祂的作为。祂的作为有很多方面的，有多啦，有很大的作为啦，好像打开红海那么大的能力，又或者很奥妙的，在天上降下来玛拿是悄悄的。刚才我们唱一首歌，不是就是说神寂静好像光那样的吗？如果我们用性唱，我们又会轻声地唱，因为神的圣洁，神是光，我们需要透过音乐给我们时间去累积这种理解。祂的作为提拔我们这些很不配的人，又呢警告我们，又有时是安慰我们。因此我们认识这位神，有时是我们的朋友，有时是判官，有时是君王，有时是牧者。我们不断要很多的歌来塑造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然后呢在不同的时刻，在我们人生路程里面懂得怎样回应他。当我们发现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懂得恭敬的下拜。当我们发现他是那位怜恤我们用耶稣污低身来到拿我们上来的那位的主，我们又懂得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上能够怜恤人的人。他的赦免、他的信实、他的爱，一切都很需要我们透过不同的音乐
同埋咧配合呢啲文字，配合呢啲神观嘅意识形态嘅音乐，嚟到帮助我哋理解啲咁抽象、咁不能捉摸、不可见嘅东西。所以无可否认，佢就系我哋每一个信徒嘅神学嘅整理嚟噶啦，好系统噶。如果我哋能够整全好多方面都认识嘅话，可以咧能够回应帮助我哋回应我哋嘅圣经噶，好似一本圣经嘅同伴手册咁样，俾我哋真系喺经历上边、喺经验生活里边，能够觉得呢一位神又实在又有大能。第二点，圣师牧养我哋有圣徒观。如果我哋咧唔系蒙神嘅真理嚟拯救出嚟咧，我哋个个只系有自我嘅观嘅啫，咩都系从自己嘅谂法嗰度出齐。我经常同教会嘅弟兄姊妹倾谈嘅时候，个个都发觉自己唔系圣恶人嚟嘅，冇恩赐噶，我哋只系一个普通嘅平信徒嚟。但系其实上帝佢系好欢喜咁样嚟到收纳我哋做佢嘅儿女。在收纳的里面叫我们发现那个大于我们大于那个自我的我们，那个我们不只是眼见的圣徒，还有天上的圣徒，有圣经里面每一个有信心的人，有将来未生之民。因此那个圣徒观呢，也是含藏在神观里面，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好像基督是我们的头，我哋睇见乜嘢系群体。当我哋一唱嘅时候咧，我哋就具体化。我哋刚才头先唱嘅时候，声音唔系充满咗呢一个嘅会堂咩？呢个会堂咧，唔单止数咗几个人啊，系一把声咁样，系万众啊，但系一条心，同一嘅思想，一个导向。我哋发现嗰个群体好实在。呢啲声音，是我们在信心的生活里面极需要的云彩般的见证，叫我们呢是艰难的我们都学唱，是患难是祭遇不平安的都用信心来唱，叫我们看见什么连于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信心连于基督，我们用信来回应，用歌来成为我们的内容的时候，咁我哋进入基督身体嗰个肢体嘅成长，所以各人都有益处。圣经圣文指明咧，呢个牧养工作咧，系因为我哋各个人都有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咁藏喺个里边，然后我哋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嘅对说。嗱，或者你刚才唱咧，就睇住嗰个大 screen 嘅，但其实咧，你嘅耳系有用嘅，系咪？我哋两只耳系 stereo 嘅。两边都听讲是立体的，不是单声道的。但是呢，这个的聆听就是帮助我们知道，原来旁边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地对唱。你又教我，我又教你，你又劝勉我，我又劝勉你。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内容一定是基督的道理，这样才会有牧养，这样才会有建立，这样才有真正的益处。如果不是，我们只不过是参与一个自我发泄的活动，我们仍然是要让真理来管理我们的心，使到这个不是只是一个音乐活动，好像主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音乐会，不是一个献唱会，我们不是观众来的，我们的中间最重要的听众就是我们的上帝。因此当我们在群体里面回归这位上帝的时候，因为上帝就帮助我们彼此去建立，而他亦都透过旁边的肢体来帮助我们超越我们那个很限制很有条件的掣肘，这样的自我叫我们跳出我们那个有限，叫我们看见神的爱真的好像好个大海那样，好像声音那个亮那样，刚才包住我们在我们周围，超越我们，冠乎我们中间，又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点，圣师牧养我们，帮助我们来到发现神的世界观。
我小个唱一首歌，那首歌对我很震撼。他跟我讲到话咧，家国兴亡，朝代的兴替，但喺神的眼里边，他永远坐着为王。我突然间有一个历史观啊！我从来读历史咧，冇咩历史观嘅，系我真系我呢个学生失败，唔关我个老师。但是呢就在这个歌里面塑造了我看见呢原来神的统治权它是自有永有的在歌里面成为很实在。我又发现有些环保的歌让我呢带我呢回归来到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寿命神将世界托管给他叫他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因此我们的歌原来不只是赞美山川河海有小鸟有花朵原来是要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挑战我们怎样来参与他的管理参与神回复这个世界在人的治权里面这个治权必须也都同时在神权之下有些歌又帮助我来到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很大的需要的有难民那些歌提到耶稣自己本身是一个难民一生下来就要被希律来到追杀他就移民去到埃及那我们这些处境在香港我们中间有没有异乡人呢我们对那些异乡人看他为成为我们的负担吗因为究竟我们怎样待这个好像耶稣那样才是那个境况律法又怎样指引我们对于异乡人是怎样接待的呢牧养真正的牧养入到心呢其实是挑战我们要做的事不是只是唱是要在信仰里面实践出来叫神的世界观成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看见万物的结果在自己的小的份上就去努力第四点圣师仲牧养我们帮助我们看见神的时间观神是定旨的定旨来差他儿子来但是呢又让他儿子呢行了人世的路程升天坐在父右边但他很清楚告诉他要等到仇敌成为他的脚蹬这个等的一段日子就是我们很重要要理解的时间观我们刚才讲了神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在历史里面历史观对我们圣乐都很重要的圣师会的成立就是想将已有的财产很丰富的财产传递给我们下一代不是只是我们大家来娱乐一下很喜欢这些歌所唱一下我们应该做多些教育的嘛怎样将这些好的东西来传递下去呢不是只是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经验但是这个历史观也都同时挑战我们怎样来到代表我们成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呢我们怎样来到有新歌新歌的意思不是只是新颖新歌的意思是我们对神观有新的发现对实践信仰有新的体会有新的挑战所以那些成为我们的歌如果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写下这些诗歌我们就真的有东西来到去有内容来到去牧养二十二世纪的信徒他看见我们怎样思想信仰怎样被挑战我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挣扎这个时间观是又有过往又有现在但同时有将来的是呢我们盼望国度一起来去进入上主之城因此歌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一定用信心地唱了因为信是所望的事的实底未见的事的确据我们要用信心个个字出我们口都有力的因为我们要看见肉眼看不见的
圣灵就在我们这些真理的相交里面，祂是真理的灵，帮我们彼此来传递连结彼此的教育，使到我们这位 自有永有的上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个我们准备好我们的时间观，日日都新的领受神的新恩，日日都有新歌，有新的体验，有新的挑战。我们来到面见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启示录不是就是不断地介绍这位神，在神面前的四活物24位长老都是这样宣告他的，他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我常觉得圣诗圣经上面指明，以赛亚书里面讲35章，他说神的民在这个圣路来到行，好像个旅程一样，歌唱一样来到锡安。几时才来到神的山呢？其实圣诗是我们的伴侣来的，是神所设计指定的，叫我们彼此相劝，互相提醒，在真理里面相交，然后呢我们准备在这个旅程里面不会孤单的，反为是彼此慰育的，然后来到神所预定的圣山跟他相遇。除非我们唱的时候有将来，就好像这个将来其实在主的复活的里面奠定了，我们每唱他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我们每纪念他升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宿，我们每接受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主，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凭据。圣诗牧养我们每一个无论大小，我相信不会因为代沟所以圣诗会失去他牧养功能。原因是耶和华叫摩西写诗的原因就是要代代相传的，今天生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做教育的工作，我教育工作做得太差了，所以呢好的东西交不到下去，但愿我们呢努力。但是你看见这四点里面，圣诗能够扮演一个牧养的角色，必须要符合真理，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神，我们才能这样讲，不会因为音高所以译错去。有些歌呢是本来呢那个意思是说 Christ died， 他是基督是死，他说他受创伤，即是因为那个音就可能，所以要有忠信，是吗？真的符合神学才行，要有真理，我们个个人都要对于真理执着，因为真理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不单止是说感谢主，因为圣诗可以牧养你的群体，教会的群体，我们应该为我们各个教会里面的牧者，里面的选诗的人，那个做主席的，或者那些执行音乐的，那些指挥啊，那些司琴啊，那些司班员啊，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祈祷的。首先呢，要圣诗要在他生命里面再产生一个牧养功能先啦，咁他先咧好肉紧，觉得那些诗咧要好好选先啦，唔好是但好听喎，咁又唱。又或者咧，只系有啲人系觉得我系唱过，我熟我就唱，唔理佢里面系乜嘢嚟。我好中立嘅，我仍然觉得旧嘅有啲唔好嘅。新的也有些不好的，所以不是新旧的问题，是有没有真理的问题。但真理都需要我们负起教养教育的责任的，叫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紧张更加谨慎地来审视我们所唱的，起码我们说愿意紧张，那我先至会唱的时候我真的用悟性来想一下它有什么问题的里面，不会是因为他好听所以放松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因为上帝使用圣诗指定圣诗的功用，在教会的教育里面担任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他之可以产生一个牧养的功能，必须是有媒体的，就是说是已经领受他牧养的功能，所以将这些诗带人来唱，教人哋唱，帮助人哋明白里面对我哋发现神系咁重要嘅，发现自己系一个格神嘅肢体、神嘅身体咁重要嘅，发现自己咧系喺呢个世界里面神爱世界啊，唔系净系爱世人，
发现自己是在神的自由永有的事观里面，自己是用永生去唱的，又唱入永生那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祷告的心离开这里的时候，让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在各个岗位里面教育的使命，诚心所愿。Oh,
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我哋多谢彩虹圣众小组，系唱出我哋每一个人心中对圣灵嘅渴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彩虹小组里面有几多位成员？七位。大家知道彩虹有几多种颜色？七种啊。而七呢是一个很完全的数目来的，在圣经来讲是完全的数目。同埋今晚呢，我看这个程序表呢，我才知道每一位组员呢都是达到古稀之年，即是我想参加他们呢都没办法了，暂时没办法。咁究竟呢，就每一位古稀到乜嘢程度呢？我相信大家正话睇佢哋唱两首歌呢，都唔係几相信佢哋达到古稀之年。不过我都唔敢问，免得伤咗主内嘅和气。不过我哋见佢哋咁热心喺圣乐上面侍奉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个心愿，就係、是、祝福佢哋喺主里面永远嘅年轻。我哋跟住呢係有一个奉献嘅时间。我哋请服务员先行前上面。咁我哋请大家先低头祷告。亲爱嘅天父，万物嘅主宰，愿感恩同埋颂赞嘅声音高达穹苍，直到你嘅面前，蒙你嘅悦纳，亦使你嘅荣耀得到称赞。我哋感谢你，藉着历代的信徒，他们心被恩感，写下优美的乐章和颂词，而带给后世的信徒安慰和激励，又感动各人是跟从主并且爱主更深。现在我们是奉献的时间，求主悦纳各人的心意，同时是祝福所奉献的金钱是用在拓展香港圣诗会的事工，是竭力推广以传统圣诗敬拜神，帮助信徒造就自己的灵性，亦是可以去感召他人的心灵。我们奉主宝贵的名求，阿门。我们想趁这个时候做一点的报告。首先呢，我们非常的开心，亦是感谢主见到今晚有这么多的热爱传统圣诗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出席今晚的圣诗会。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今晚的歌声是特别的洪亮，赞美的声音是特别的洪亮，同埋呢也是特别的美丽动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圣诗是基督教的属灵宝库，而每一首圣诗都是代表作者对圣经的领受，或者是代表他们信仰历程的见证。我们唱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大家都有心爱的诗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你受浸嗰一日，唱嗰首诗歌系乜嘢？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众罪孽。大家会唔会每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就会回想到你得救同埋受浸，你嘅罪全部脱落、全部洗净嗰阵时嘅喜悦？仲有一首诗歌叫做《万古磐石》。他第一句是这样说的，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这首歌是见证主的救恩和慈爱。当我们每一次唱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十字架的主擘开他的身体，是救赎了我们，而是我们是包容在他的爱里面。还有我们刚才唱一首歌，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这首歌是不是激励我们每一位都是愿意高举十字架，
因为我们深信这个十字架有一天是可以换公义的冠冕。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作肢体，就好像身子是一个，却有很多的肢体，而体肢体虽然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亦都是这样。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由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面居首位。主啊，愿你做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Thank you.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Sleeping, there came a dream so far.
Away.
们恭请高云汉牧师祝福，祝福之后我们可以就座安静默祷，奠乐之后可以休缓。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晚来到这个山上，经过至真至善至美的圣诗，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所创造的这个伟大的宇宙，认识你所救赎的千千万万的圣徒，认识我们将来的天家，我们将来要在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同众圣徒、众长老、众天使一同来歌颂赞美你，是何等荣耀、何等美丽的一个盼望。主啊，在这个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下山之后，将这个美丽的、宝贵的恩赐能够发扬光大，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喜乐都归给你的子民，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会到呢度结束啦，让一切荣耀颂赞归俾我哋上主，我哋再鼓掌为我哋上帝，我哋预备嘅诗歌嚟到去最后一次嘅去赞美我哋嘅主 ，Amen。第三届希望我哋喺文化中心六月十二号，请你记得呢个日期，2005年6月12号喺文化中心嘅音乐厅嚟到再见，愿神祝福各位。